明星级素颜来挑战，过程却引发争议。素颜被网友称为一个大明星，哎，直接来了吧？你觉得差异大还是小？全部是大。三、二、一。哎，漂亮吗？差很大。李先，美妆布洛克，差异是大还是小？裴君老师，三、二。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潮。